没有跟他动手打人家吗？动手先打人家啦！没有没有没有打人家！有打人家！赶走啊！你们都有看到？有赶走啊！我有看到，现在骂人家又打了，又是他的母亲在打的。这样啊？你又在打那个啦？先打人的，哎，中国人打他，要走，还要准备被打。就他那一位的，来各位，对，那就快滚。没有啊，年轻人跟老人家吗？老人家不要，老人不嫌做一只贼，你就是贼，放就贼。老人不嫌做一只贼，你他妈是贼啊！老人不嫌做一只贼，回家了。老人不嫌做一只贼，回家了。你干什么？你那是进不去啦！哎，犯人要走了，危险啊！危险啊！危险啊！快跑！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人很多？真的要吗？真的要！快跑！是不是啊？真的要！真的要吗？真的要是不是？叫你有没有人进来？真的要吗？要读书来啊！台大在这里，你因为读书啊！不要吵架！干你连问都不叫啊！你给我讲什么啦？发现没有用，跟我吵啊！跟我吵，跟我吵！在这里呀、啊，不要呛瞎了。快点啦！哪个单位的啦？办公室出名啊！不要进来！谁动的啊？谁下来？谁骂的？加啦！敢骂不敢承认哦！直接走了吗？不敢承认，你们进来干嘛？敢骂什么？谁骂的？不要意气用事，骂骂脏话可以出来道歉了。谁骂的啦？敢骂不敢认啊？挑衅嘛！是等待着证明拿出来就好了。那你，如果你们要走，就要告你们。恐吓吗？恐吓吗？台湾民政府看通了。靠背，你以为大学会一二三四班吗？不要动手，没有。你们不要动手。三点加班。可以跟他们讲话。拿球棒那边打的，我打人的吗？有打人的吗？那告你屋子哦！哎，大哥，来了，为了你们好，不要动手，为了你们好，挑衅什么？不要这样，自学吧。先动手，组织命令啊！好。看什么看啊？跟踪队打，知道吗？跟踪怎么可以跟踪呢？你有攻击力吗？我没有攻击力，你干嘛挑衅来的？人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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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有有有，你先推人刀。对呀，台大是不是的？他中的。干嘛？打什么老人家？干你要死在这里呀？打什么老人家？有人打台大学生啊！中国人打完台湾要走了。来各位，你可以帮我集合一下。有事吗？哎哎哎！有人打人呐！有人打人呐！我们很多声嘶力竭，都没有人要来帮我们。真的？谁啊？你他妈是谁啊？大学很不好念的哦。老人家不要，老人不嫌做一只贼。老人不嫌做一只贼。老人不嫌做一只贼。回家了。那这个。快跑！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人很多？没有吗？真的要？来，我们要读书来啊！台大在这里，你因为读书啊。